有，我有密切的在关注，而且我比我自己走还要紧张，绝对是的，女儿是我的幸运星。有有有，我们就是有互相加油打气，但是也说哦要用平常心，今天主要就是要开心这样子。就是今天其实都还蛮紧张，因为大家都很厉害很棒啊，就是但还是顺其自然啦，就是不要想那么多。Bye.